我们家美丽萍在店里等着呢，人家美丽萍在店里等着呢，陪我一起去吧，好吗，静伟？哎，我就不去了，我真是太累了，我想待会儿洗个澡。哎，你就拿个样子给她一看，让她一做不就完了吗？哦，对了，她应该知道你的尺寸吧？你看，又来了吧你？ 其实我呀，根本用不着做什么裤子。队里发的我那些裤子，我到现在都穿不完呢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人家好心好意给你做条裤子。好了，我真的不想去。哎，你是不是不想见美丽萍啊？ 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啊？你要不跟我去啊，说明你心里有鬼。说什么呢你？看，急了吧？让我说到痛处了吧？你成心激我是不是？好了，建伟，我真是看美丽萍的手艺好，想打扮打扮你嘛，免得人家说我这个老婆婆称职。别让人家丽萍老等着了，我求你了。 陪我一起去吧，好吗？三天以后来取就行了。啊，慢走啊。哟，你这生意真红火啊！小妹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没事，建伟。哎，不等你们呀，我也得加班干活啊。念念越长越漂亮了啊！他们都这么说。我们念念越长越像建伟了。啊。 长大了肯定是个帅小伙哈，都说这孩子娶了我们俩的优点，肯定没我们俩的聪明。哎，行了，别说起来没完没了的，赶紧办正经事儿，没看人正忙着呢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你看我们家建伟对我多凶啊！哎，小妹，料子呢？啊，这儿呢。这块料子还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建伟他妈寄过来的，一直没工夫做，都放了好几年了，有点过时了吧？哎，还行，挺好的这块料子。 是给你做呀，还是给建伟做呀？我想我跟建伟一人做一条裤子，不知道料够不够。哦，你看看啊，哎，足够了，小妹。哎，那太好了，人家有钱人买什么情侣表、情侣装的，咱就做个情侣裤吧啊！哎，小妹，我先给你量吧。哎。 好了，哎，哎，哟，你们都在这儿呢！啊，建伟的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哥嫂，你不刚打过电话吗？怎么又跑来了？有事啊？我们俩上街买点东西，顺便拐过来看看你。你看正巧了，建伟他们两口子正好来做裤子啊。建伟可难得有空啊，嗨，今天完事儿晚点走，所以陪小妹过来一趟。哎，对了，明天的事别忘了啊。嫂子，你看我现在这么忙，就别吃饭了吧。哎，吃饭是好事儿嘛。哎，那你和建伟也一起来吧。哎，那得看人家建伟有空没有。我可能够呛。那就改天。 改天我请你们全家一起来。哎，丽萍，那你们先忙着，我们先走啊。哎，好，回头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别走，别走，哎，完了，他们公安局的人啊，都跟没家似的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后勤部啊，要发给我们队每人一箱苹果，让我们抽空去取呢。哎。 那得赶快去呀，大热天的，别再烂了。是，你看这人。丽萍姐，那事儿我办好了，一会儿我去沙发厂把那沙发套那事儿再办一下。啊，喘口气，喝口水再走。不用了，我怕时间来不及，我得先走了，要他们没人了，好吧？好。哎，小心点啊！真的，这阿姨的衣服没送走，我去给她送吧。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我来吧。好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哎。 晴晴住在哪儿啊？要不然我帮你送一趟吧。不用了，一会儿我去送。哎，要是顺路呢？哎，是不是就是这上面的地址吗？不是，在袋子里呢。你们就别管了。好，你看看。嘿，你甭说，还真顺路。
肯定是路嘛，赶快去吧。那我先去了。好，拜托你麻烦啊。没事，再见。这样，你提吗？慢点啊，念念呢？念念，慢走啊。 世事太无常，笑容有时会不真实。世界太匆忙，爱恨就此被忽视。思念在黑夜里呼吸，当心痛时放得彻底，爱面对以后不能违背，也不能放弃。 伴随风飘逝，伤感是注定的时刻，让时间去冲淡记忆，爱面对以后不能违背，也不能放弃。 直到将。